看完日落，我见到了在柏林的朋友 Fabio， 我们不约而同的选择在这个周末来里斯本旅游，在这里见面又是一个巧合。Why we are going up? Because euphoria. Knowing we sing together to the end of time. Whenever you and I, we're going经历了宿醉的我们之后去了出名的缆车，这是出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。又是一天，又是新的日落，我可能在最近看日落已经彻底看腻了。晚上我被朋友邀请去他酒店参加派对，喝开了之后我又跟朋友在酒吧喝到关门。毕竟过了这天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必须要好好准备之后的考试了。第二天起床时，时间直接来到了中午，我匆忙赶去退房，在去机场的路上还跟发彪吃了一次海鲜泡饭。不得不说，葡萄牙的食物真的堪比西班牙，都是欧洲之光。四天三夜的里斯本之旅就这样结束了，接下来我要投入学习。另外之后的视频我将用稳定器和收音设备来拍摄，因此视频的质量会越来越好。